嗨，我叫朱依妮。我热爱时尚和艺术，所以多年来做着和他们有关的事情，比如选择到时尚杂志做编辑，还去欧洲留学学习设计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偏爱清淡的日系妆容。下了班，如果去参加活动或者派对，我会加重睫毛和唇膏。我特别着迷60年代的风格，金色眼影与浓密的上下睫毛充满复古色彩，配合蓬松的卷发，整个造型都带着芭比娃娃的甜美感。When I say I'm in love, you best believe I'm in love, LUV. 眼妆先使用了黑色眼线膏勾勒眼线，在眼尾处适当加长，接着在眼睑上涂抹金棕色眼影，并进行晕染。随后贴上一副纤长的假睫毛，加强眼神。勾画下眼线时，注意在眼尾处略微向下拉，并使用眼影进行晕染，营造出自然的阴影效果。使用白色眼影将下内眼线填满，贴上单簇下睫毛，令双眼显得大而圆。使用唇刷沾取裸色唇膏勾画唇线，再涂抹上浅粉色唇膏，比起单纯的裸色更提气色。将甜美的粉色腮红晕染于苹果肌处，再使用亚光棕色修容粉修饰出小巧立体的面部轮廓。 Is he a good dancer?What do you mean, is he a good dancer? Well, how does he dance? Close. Very, very close. Scan 二维码加微信，第一时间收看所有节目。